据香港媒体报道，乐坛天王谭咏麟面对疫情依然在常常做运动，保持身体健康。不过日前他在微博分享锻炼照片，称因为下雨所以在室内做运动，他还加强了训练强度。他上传流汗自拍照，受到脸部凹陷，随即引起网友热议，担心其身体健康。他随即在微博发文解释，只因为加强训练搞到有点疲倦，休息过后就没有事，大家不用担心今早的加码操练，的确有点疲累，不过休息过后吃了东西之后会补充大量水分。他向粉丝交代是因为运动过量而显出疲态样，但吃饱喝足后就恢复了，并放一张正常照片，要大家别担心。现在谭咏麟已经是70岁了，本月20号将迎来他的70岁生日，人生70古来稀。谭咏麟还大量消耗体力去健身，还给自己增加运动量，精神实在可嘉。